胡老哥，小胡，哎，整点儿，你的觉悟咋突然之间就提高了呢？哎，来，走哥，走，哎，好。打开直播软件，关注主播麦当娜。打开直播软件，关注主播麦当娜。那啥，快餐点啊？干啥呀，富贵？试试这个高级货，嘎嘎好使。麦当娜的面膜顶呱呱，用了它，你老公就再也不看镇东头的苏小花。小花，妹儿啊，人家都说你长得像紫薇，用了我这个面膜啊，那你就是真格格了。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麦当娜的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爹，忙着呢，又上哪骗人去了？二狗子，你说你这黑不溜秋的，你还上找媳妇不？叔这儿有面膜，美白的，试试。小胖，这个还有瘦脸功效呢，你也试试。照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大福哥你咋那给力呢？300盒面膜，你怎么买了280盒呢？哦，我真是太爱你了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粉丝，呱唧呱唧，么么么。哎，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产品啊，看似普通的充电宝，但是呢，它其实不在里边的啊。开门。各位粉丝们，我有些急事，我先撤了，明天大家见，明天再跟大家见啊。开门。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。房租，催命似的。干，干啥呀？那啥，你今天没直播啊？手机掉水里了，播不了了。嗯，那啥，你三婶让我帮她买点药，她说她不认道。你看看你，你这住的什么屋子呀？还不如咱老家厕所大呢。你咋一说话就横着出来呢？饿了吧？不饿。不饿才怪。楼下有个铁锅炖，跟咱老家一个味儿，尝尝去。不去。行，那我买菜回来吃。找了那工作，你啥时候回来啊？我就在工作。你那叫啥工作？烤冷面不可以不吃，看咱那包装，看咱那造型，十年八年用不坏，还可以传给下一代。卖完，买灯卖完了。哎，老铁们，赶紧的，支持一下我。
啊。你做主播，爸爸同意，但要做就要做好。这份保险是爸10年前给你买的，有个大事小情可以给你一点保障。你永远的头号粉丝，头号粉丝大福哥，头号粉丝大福哥送来的，你怎么给力呢？大福。人这一辈子不怕辛苦跟难受，怕的是在辛苦跟难受的时候找不到一个完全支持你的人。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，放心的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吧。